妈咪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们了，有好多好多的无奈、痛苦，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So we have traveled today from Sweden to Taipei, and it's been a long day, but now it's worthwhile because it's just a few days left here before we can meet them. It will change our life, most definitely, and for the better.被发现的时候，其实他都已经发紫了，那是在很冷的。一对母子发现他的，他身上的脐带还留着。说，你公司做什么？去整了，下河条25岁。对啦，牵着他的手上礼堂的时候，人家应该问他连孙了，我不是，还问怎么叫，这个场景都已经想到了。是每天放学的责任。从第一次看到，就是我们第一次去跟他见面，然后知道说。这以后就是我妹妹了，我就已经把她当作自己的家人。我觉得有她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会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会有活力。会舍不得是一定的啦。我们自己的妈妈也很能体会，因为下一次就换她。啊，以后也会很多人疼。对啊，交接一下，好。哇，好棒，好棒。奇怪，我照顾这种小孩就会越来越疼他，就是越来越爱他，也不晓得为什么。今年大学暑假玩得太凶了。哪有啊？太晚回来。偶尔没有，几乎一点都没有。只有。两三次了，丫头，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，怎么没什么好操心？丫头来，长大反正就是不黏我，是黏不乖，黏同学，他最不习惯，因为爸爸黏他，他现在不黏爸爸了。我自己就是被收养的，所以我相对的我很能够接受，就是说啊，收养这件事情，因为。我的养父母对我非常好，所以我根本就认为他是我的亲生父母，就是我们有答应他的生命。还是唐生你啊？我没有必要说就把他占为己有，就是因为毕竟他也是怀胎10月生的，虽然他后面养育他的时间没有那么久，那我们觉得也不需要这样占为己有，毕竟他是一个独立个体。我有很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自己很爱小孩，然后我就想像我自己小孩被人家养。然后我很喜欢小朋友，所以今天如果有小孩给我带，就尽量借给我。儿子的烦恼是20岁以前，女儿的烦恼是20岁以后。这倒真的。如果你今天交了男朋友，哥哥不喜欢，那就代表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如果要去寻求你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我会支持你，但是我希望你永远都能跟我，就是留下来。